播报机戏剧《泰斗脱线》九日传出在家中辞世，享其寿90岁。他生前交代后事要低调，21日举行家祭，杨世惠特地前往台东送大前辈最后一程。他在脸书发了一张在灵堂前的自拍照，写下脱线阿贝一路好走，配上双手合十的贴图发文后，演艺圈谢怡君、武生梅等人都留言脱线爸功德圆满。事实上，脱线在台东经营牧场颇有知名度，儿孙常常会在脸书上开直播，或是晒更脱线的生活点滴。即使爸爸阿公去当天使了，他们还是要继续延续带给大家欢乐的使命。告别式这天也开了直播，让粉丝可线上送别脱线伯。阿公吃饭了。再犯，阿公吃饭啊！三犯，阿公吃饭。我阿公在去年公开自己卖苦搞好摇摇，这是我阿公交代给我的代，就是也好自己卖苦，爱拜托大家阿爸的支持人。